硬币将决定我的命运。看我体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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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体检。我来看我体检，我来看我体检。先说你带的是什么小玩意儿？带的什么小玩意儿？我按钮啊，我带的按钮啊，我黑客，我带的按钮啊，我带的黑客按钮。黑客我带的按钮，黑客我带的按钮。不是，我就是摔。好吧，谁报告我的坤腿，也就是内鬼，我也有体检，我在那还没反应啊，他为什么？没反应。我图紫色，我刚才给你还抽管道了，紫色。那可是这就拆紫色，你拆紫色，你把紫色拆了，跳红拆一波，拆一波紫，好吧，啊，漂亮。赢了，好吧。还剩一个，现在还有一个大胃王。还有大胃王，还有大胃王。好的。小问题吧，那白色你大胃吧，我感觉白色大胃啊，感觉白色。那我去。等一下，还有大胃王，等一下我。橙色大胃王。
我在那个主控室那个管理台看见，我在管理室那个主控台看见了，就是青白城他们三个居，他们三个都窝在一起，然后现在他们两个都死了，就直接成。猜吧，猜吧。呀，可以。难免有力。你们喜欢这场赌局吗？